算了那时候。
剩下吧，就刷个毛的，有这个就不用拿胶带粘了，一刷就行。我跟他说，往这边，往这边，不用使劲，轻轻一刷就行，轻轻一刷它就干净。刷掉以后，这里粘满了以后，小扭一摆动，扭一扭，这里边尽量给拿出来。一块一个，十块。两一个是吧？可以帮助您的孩子开发智力、脑力方面，调节手眼。